Hello, everyone. Hi. 4个多月的幕后还看不够吗？好了解明白，永远不够。好多网友说，玩鱼的幕后是将大家推入肚皮真人 CP 坑里的凶手。哎，怎么会有那么冤枉的事呢？玩鱼只负责拍哦，内容物是楚楚跟雅妍自己搞出来的哟，对不对，雅琪？对呀、啊，今天为了替玩鱼平反，得再补肚皮几枪啦，得啦。女生走生气走掉都一定会有一个，因为现在自己看。艺人都这样，是我刚刚腰太大了，他生气走掉一定会，腰太大了，要转一下，一定会扭一下，他不管有没有跺脚，都一定会扭一下，然后再走。你再把他弄生气，我看看。不行，他会开枪打我。他很，他每天都要弄我生气至少十次。来，等一下 hold 住哈。哎。你要把先放开，好吧？对，好 ，OK。来，跟你说了，不是不是不是。4、3、2、1，什么意思？啊！对不起，位置不好，王楚和那边一点。投入。走。我们刚不是这样做，对不起，我们故意给自己制造机会。刚应该改，反正很舒服。刚应该亲耳朵。人家没感觉。可是有真心吗？可是你还是要道晚安啊。他耳朵不敏感，怕明天叫出来。中了。这对话有点奇怪。是蚊子是吧？不用我们就帅气的艺人霸占一点钱。好。现在都被他霸占了。哎，我给你开窗户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乱讲什么？哦，对，看那个，你摇头什么意思？是没看到是不是？看雅妍闭着嘴。好看完了，雅琪，老实说，你觉得他们到底有没有啊？好，大家都知道你觉得没有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看得开心就好。入不入真人 CP 的坑也一切随你，就不要再逼问小记者了，好吗 ？Please。哎，但今天倒是可以问问他们本尊哦。完全娱乐，亲妈不是叫假的，独家报道。讲悄悄话，对，他刚要接吻吓我一跳。这样，2分钟。